只对你有感觉，只对你有感觉。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眼泪再苦再咸，有你安慰又是晴天。哦！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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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要写的是这个运动员他的运动项目是什么？啊，比如讲到泰森，你的答案就是拳击嘛。这样了解吗？嗯，两分钟哦，然后你开始写以后，你就不能再看哦。对，预备。哦，这边通通不要给任何意见啊。最后30秒。好，停笔。辛苦了。好 ，OK， 第一个什么？跆拳道。跆拳道，恭喜答错，是空手道。啊。好，郭宏志棒球答对。再来是朱慕言跆拳道。第四个王麒麟羽球答对。林雨茹桌球答对。江宏杰桌球。张泰山。半球，一二三四五，没事 ，OK， 很好，很棒了。一二三四五，大家来跳。这有什么意思？才五分，人家这全部答出来。哦，好来，打超强。郭庆存，举重，好。曾雅妮高尔夫，李阳羽球。桌球，庄智渊桌球，李志凯体操，棒球，王建民，陈金峰棒球，耶、yeah. oh. ，他很厉害。输队请选题组 ，A， 考验的是两位合唱的歌手， wow. 这首歌的合唱歌手发行出来哦，预备。这个有没有用头脑就差很多。你是10个都答对了，怎么说都是对。那他们这个账就现在不要吵啦。讲话，简直快不行了。最后20秒。我会逼完之后是先讲这个。好，第一题，爱死你，柯有做慢，可以啊。这个文字上就不再刁难啊。私奔到月球，五月天跟陈绮贞，五月天的 RC。哦，算啦。哦，阿信就是整个没有哦，这样是他是单人唱的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什么心？你那什么心？我什么心？讲话那不讲话了吗？全心，我讲话了，全心，我讲话了。没有，我们修复一下感情，好吧，这个算对。对嘛？这对呀。然后五月天你他只没有特别去写，其他不用。我就什么郑中基跟谁？制造浪漫啊，也没写。陈慧琳啊，再没写。好，就是太两分。好啦，真的会因为觉得一分难看，一分真的难看。来个蹦蹦，91跟 Ella， 不该，周杰伦跟张惠妹，不该，陈思安跟 B 是在 B 型，对，第六题，汪苏泷，哦，这个很强哎，大 A， 第四，这个我不认识，只对你有感觉，是田馥 Hebe 跟飞轮海。不是，阿信跟 SAG， 对不对？我觉得要要一样的标准啦。没有，因为我那个五月天是主唱，不是五月是主唱，啊 SAG 各是主唱。哎，你要这样是不是？你要这样是不是？哎，一对五题，一分难看哦，一分合理啊，一分好合理。评断，让他评断，让他评断。好，因为五月天，好给当事人提出申诉。你的说法，我们会列为呈堂证哦。开始。只对你有感觉，只对你有感觉。
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眼泪再苦再咸，有你安慰又是晴天。哦！我认了，虽然是已婚妇女，对，但是人家对我没有感觉。假结婚嘛，真感情，真感情。五分，输家可以选择。哀好了，哀。这个题主要写的是这个演员的戏剧作品。哇，这是我的戏剧跟戏剧跟电影都可以，电影跟偶像剧那些都可以哦。对，他的名字一个就可以了。一般。片面完整，死定了！开开开看！哇！先把名字背起来。哇！行不行？嘿，哪里？哪里？哭笑不得。啊！这是我真的不行哎。做工的人，还写做工的人。有看到笔会好像写做工的，想见你没写哈，薛士林，对啊，陈嘉燕，做钢铁狼，啊你这个吴康仁，拜托斯卡罗啊，斯卡罗对啊，啊贾静雯的更多，范少勋那不用讲，心如姐知道 Netflix 啊，谢坤达的这个哎、欸、拜托这种综艺万大，对啊，哦，戏剧啊戏剧跟电影，林心如拜托，好的车就路上了，对啊，分出柯嘉燕你把想见你啊，对啊，人家夫妻俩，对啊，我就。那我看的时候，我真是想不出那个名字，真的。好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结婚呐。哎呦，我也不行啦。第七个，许光汉。想见。第九，邱泽。我们与恶的距离。姚纯耀没？没有。何啦？没。锦华也没有，这个你可以对不对？一二，所以才两分。哎，我就想见你，没想到。两分一分，十分钟准备。哎，来，题组是写出该歌手的歌曲。哦，可以的。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，开始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我 Q 两秒，等一下。好。哇，一不小心哦。能干三浪的心暖暖。嘘。湿吻。不要出声好不好？要求合理，请不要出声。没关系，不要，不要，没关系，不要聊，不要，来专注就好。一分钟了，不要出声。一干，不能讲话了。哎。好，可以。第一位谁？邓紫棋，《光年之外》。嘿。庾澄庆，《静静的》。林宥嘉，《兜圈》。兜圈。过了学校。那个。郭靖。等下一个点。对。是下一个点亮。没有等。没有等。啊？下一个点亮。啊，拜托。我们很低分的这样。他唱歌是这样唱的。不不不不。已经很低了。啊，不不不，分析分析对了，来来，黄红这里决定。拜托，你喜欢抽一个分，真的，好，拜托算我。顽童干大事，干大事，好。伍佰《浪人情歌》啊，他只写《浪人情》，少一个字，少一个字。哎，来来来，照了照了 ，A B。我怎么没有写到啦？第四题，没事啊，我们输了。这什么？杨宗纬，这我写错了啦，重写了，写错了，写错了。第七个，暖暖，梁静茹，对。也一样，好，恭喜我们黑队获胜。我们前面看到有这种，有这种。